这样放着，他会不会握不管他？哦，好，他会不会握我不管他？好，他这样甩也甩不掉。啊，就是保持他的手脚温暖。哦，这样。来，你看我绑啊。嗯。好，如果我不会那个，我就很简单，先把它绑好。有看到？嗯。然后呢，这个手就这个转个弯，给它套上去。嗯。有没有？嗯。他这样，他不握也不行。哦。啊，他就握着了，也不会掉。他这个又松松的。又不会不舒服，嗯，对，这样握着，啊，那这边一样，也一样用这个方式绑着，哦，也是绑起来，对，那它的循环就会好，嗯，你穿再多衣服都没有用，因为体内寒，循环不良，它还是寒，嗯，那要借助外来的热能补充，尤其从我们的脚跟手，这是末端，我们的血液的末端，啊，把它温热，它可以带动更快的循环，嗯。这个就是说我们平常做保养的那个，嗯，那老师你要不要讲一下那个电池充电怎么用呢？来，怎么处理？我来讲一个哈，嗯，这个怎么用，嗯，这个角度呢，这是要刮我们的手，按摩我们的手的，嗯哼，的角度，嗯，好，它现在开热的，再来这个角度呢是人体工学，它这个是点穴用的，嗯，点穴用的，点穴用的，嗯，一点就到位了，好，这个所以它有特别的应用，好，再来的话，它这个呢可以按，比如说它这边有三个灯，这个三个灯代表什么？代表它电是满的，嗯，那这边有一个绿灯，这个绿灯代表它的温度是42度。如果我再按一次呢，绿灯变红灯，它这样就变47度。哦，所以47度太热了。嗯，所以呢，47度啊，一般正常人可以用，白天的时候可以用，用了以后很快就会全身流汗。嗯，但是呢，如果老人家啊，不能用47度。嗯，47度，因为他没办法反应，嗯，所以呢，他很热，他也不会跟你讲，没办法跟你讲，嗯，所以会造成烫伤。嗯，所以呢，我们一般。正常老人家在用，我们都建议他42度就可以了。嗯，还有用我们那个用那个布条包起来，嗯，42度就可以了。嗯，啊，42度它不会烫伤。嗯，也是这样。那个这个充一次电可以用多久？充一次电是这样，充一次电呢大概要4个小时左右。要4个小时才能充完。对，大概4个小时左右它可以充饱。嗯，然后充饱以后呢，如果你绑在身上，嗯，大概可以绑5到7、8个小时，5到7、8个小时啊，哦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握在手上很冷，嗯，握在手上大概3个小时。哦。啊，哦，因为手上太冷，嗯，所以它一直发那个热最大的热量给你，所以它的消耗会比较快。嗯，你绑在身上42度，它恒温，啊，嗯哦，它时间那温度够了，它就停；不够，它再补充。嗯。所以就看每一个人的使用的环境跟方法，嗯，啊的时间有所不同。嗯，还是这样。那像我妈妈这种情形，她一天要挂多久？她躺着，你一天最少给她挂2回合。两回合啊？两回合，就是有电，哦，挂到完全没电了。嗯哼。啊，那再充电。再充电，然后另外一组再挂上去，所以一天挂10几个小时。那如果是癌症患者或是严重的体寒的人，那甚至24个小时，啊。身体都有热的热源的补充，嗯，对，那最重要要注意到了，使用这个温热要多喝温热开水，嗯嗯，水分一定要够，不够的话会造成喉咙会哑哑的感觉。那我水分够，因为它不会讲嘛，所以大概是多少的啊？这个本身来讲是这样，你就看看它是不能排尿是导尿嘛。嗯，导尿如果他的尿很黄，就代表他的水分不够。哦，很黄。哎，他比如说现在的一个情况，如果他在那个尿导出来，哎，怎么更黄？那就代表他的水分不够。哦，对，看颜色。啊，我们可以看颜色。那我们的人的一个正常人本身来讲，你就看你会不会口干舌燥，那你排出来的尿量啊，那个颜色是不是很红、很黄？嗯，如果很黄，
就代表你水分不够。嗯哼哼哼。啊，那也不能说完全是白色的，嗯，无色的那也不对，那表示太多了，是吗？哎，那就是它水分没有吸收，喝下去直接排出来。哦。哎，那可能会造成体质更寒。哦，所以就不要灌这么多水，水就不用那么多。哦，这样。水喝多，它会把我们的热能带走。是。所以你喝冷的水，十几二十度的水下去，等一下排出去的你。量量看那个尿的温度，一定到三十度以上，三十几度，嗯，一定是热的，嗯，那所以这个就是要了解，要注意到了，嗯，很多人错误的观念，水喝多就好，不代表喝错了，水能载舟也能覆舟，就要温热的水，哎，温热的水它是可以载舟，就可以对健康有帮助的，嗯，冷的水对身体是一种伤害，嗯，啊，是这样的一个，了解，哎，那如果说。他有一直在运动，激烈运动，每天在大量流汗的，那喝冷的水没关系，但不能喝冰水。嗯哼，哎，是这样啊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，可以做一个最简单的保健。嗯哼，好，了解，谢谢。